上十点，我们找了一家特别好吃的串串店，最重要的是他们家的凉面免费，芳姐说巨好吃，他们就吃了两三次了，我今天第一次来。然后大家别误会，我脸上这个红的是我的生日蛋糕上面的那个红色的蛋糕，我抹了一点，然后没有洗掉，这就是那个免费的凉面。先来一口超好吃的凉面，好好吃哦。我第一次见一家店，他可以把免费的东西做得很好吃，是不是？蛋糕、凉面，然后鸳鸯锅、猪脑，下面是芒果鸭血，然后那边是我们点了一堆串串，然后现在我们就要静候开锅，下锅喽！今天吃一下我的素鱼，鱼。我吃一个草莓。好，我突然意识到，怪不得我录的时候人家都在看我，因为我脸上沾了海星啊！我都习惯了，我录了十分钟的视频了，我觉得这是它应该存在的。然后我看到手上沾了一个星星，我才意识到我脸上还沾着海星。这杯叫少冰咸柠七，是吧？这太特别了，为啥上面那个竟然不会漏下去？这是有柠檬味的可乐，还有我的香的没有？蚝油、香油、咸菜、葱花和蒜末。嗯，但香油很好，香油好香。我能吃个草莓吗？其实我已经吃了俩了，我已经出其不意偷偷吃了两颗草莓，好酸，酸酸甜甜的。先吃。第一次吃肥肠节这种神奇的东西，还怪好吃的嘞。那这个是鸡脚，这是什么鸡？好看，哦，这个好神奇，我喝一口它下一点。能行吗？嘉欣为了拍这个照片饿了三天，我发现以后要干什么活之前先饿三天。但我饿，我只是饿晚饭，我早午饭都正常吃。一口一个鸭心，他怕喝水就给他。糟糕，这个鸭心没熟。你刚说这应该没熟吧？我说肯定熟了，熟了，你给我一会儿，果然没熟。这叫心急吃不了热豆腐。嗯。这热豆腐，对，烫着烫着烫着，别烫，朋友，拿筷子咕噜咕噜碗里去。好的，咕噜碗里。我爸就可爱吃这玩意儿了，慢慢来一个。我不了。还有人会跟你们说吗？那老虎飞呀！哇 ，Happy Birthday！ Happy Birthday！ 是今日快乐。一个字没在调上，你们三个人怎么能做到一个团队都五名不全呢？全心全意干饭工。我不是回去歇的那会儿吗？就吃了那个鸡是什么的。再来一个鸭心，吃的差不多了。